Marvelous。因為如果唔係嘅話，你嘅花。哇！我哋今年嘅社員咧，個個都好勁啊，特別係長跑啊，贏曬咁滯。唔緊要，我哋社仔拎咗第一啊，係咪好勁先？唔緊要，我哋社仔都能拎第一，係啊！好，我哋今年打氣打得非常之好。我哋非常之好，整體嚟講都攞曬啲獎，我覺得非常唔錯。勝不驕，敗不馁。OK 㗎啦，我哋王者 OK 㗎啦，放心啦。好興奮，非常之興奮，好聽啊，好曬啊，好曬，好爽，好開心，隻腳好攰，不過好大成功感，同埋氣氛幾好啊！你頭先自己比賽嘅表現滿唔滿意啊？OK 啦，幾滿意嘅，盡咗力咯，幾滿意第一次參賽，已經足夠，滿意，一般般啦，但之後有進步嘅空間，滿意啦，滿意啊，因為呢個係我第一次拎金牌啦。咁你對來年嘅 Sports Day 有咩期望呢？來年嘅 Sports Day 就可以遲啲搞啦，遲啲搞喎，唔好咁熱喎，好啲又 OK 啊，繼續攞全場總冠軍，希望攞到全場總冠軍。今次咧係我哋女國碧館中學咧第一次喺9月22日咁早去舉辦奧運會嘅，特別欣賞咧就每一個同學嘅參與咧係非常積極，尤其是運動員嘅出席率咧係超過99%嘅，咁呢樣嘢咧係比往年更進步咗好多，我哋非常之欣賞同學嘅表現。我講下田賽啦，不如咁我咧見到咧參與田賽嘅運動員咧都係好努力咁去準備啊、熱身啊咁樣。而男甲跳遠咧就有一個新嘅紀錄，就係、是由加賽同學咧係創嘅紀錄。嗱，到嘅紀錄係1992年嘅，嗱23年後咧有人創啦，我哋真係好開心。係各位同學，你哋好啊！不如咧你影響件衫先啦，我專登著呢件衫。How hard are you trying？ 我可以話咧 ，very hard。每個同學咧參賽嘅咧，都係咧好盡力啊！我好欣賞你哋嚇。見到咧同學衝線嘅時候咧嚇，都係咧盡佢嘅能力咧嚟到咧，希望爭取更好嘅成績嘅嚇。咁甚至咧有啲同學咧係真係連續啊跑咗幾個 events 啊，真係咧好攰啦，佢哋咧都堅持落去嚇。有啲咧跨欄啦嚇，可能咧同學都見到啦，跌低咗，咁咧爬翻起身嚇，繼續咧去完成。咁雖然咧可能成績未必好好，咁但係咧你係挑戰自己嚇嘅極限啊，咁咧我都係好欣賞嘅。當你咧係好攰好攰嘅時候，你靜翻落嚟嘅就係得意志力啊，仍然可以堅持落去。繼續加油！係，咁啊，最後咧，我用兩句説話總結啦，就喺我背脊落後邊。頂啊！係。係啦，咁啊，參賽同學咧，只係得3個同學攞獎嘅，但係咧，好欣賞另外嗰啲同學咧，雖然佢盡咗力攞唔到獎，但係咧，佢係冇放棄到嘅。啊，記住大家以後記住啲説話就係、是：我見過你失敗，但未見過你放棄。希望呢個係我哋女國碧館嘅精神。好，多謝大家。第41位，女國碧館。